爸爸已经不在了，我就带着妈妈到现场去看录影。那天妈妈笑得很开心，还跟着唱歌，跟着拍手。在家人录影的时候，这位妈妈，妈妈插着管没办法说话，但是眼角红了，眼泪流了下来。我不知道妈妈想说什么，在2月22号离开我们了。妈妈，请问你你唔知呀？哎呦，就朋友啊，写批来，但讲你要录影，特别写来本节目，要给你感谢。哦，批的苗可丽啊。三位主持人好，我想跟碰哥、顺哥说谢谢，跟超级夜总会说谢谢，也想请三位帮我转达给叶启田大哥，我很感念他。爸爸妈妈是叶大哥的忠实听众，3年多前，超级夜总会在基隆碧沙渔港录影。爸爸已经不在了，我就带着妈妈到现场去看录影。谢谢制作单位很贴心的安排，让妈妈的轮椅就在第一排。因为妈妈有帕金森氏症，可能因为生病的关系，所以平常都不爱笑，不爱说话，也常常想不开。但是那天妈妈笑得很开心，还跟着唱歌，跟着拍手。记得那天出发前，我告诉他要带他去看叶启田，他很开心的要我帮他找到他和爸爸一起到叶大哥当年选举造势晚会现场买的 CD。 老人家根本就不懂也不会操作 CD， 我当时还念他为什么要乱花钱。妈妈告诉我，因为呢要支持叶启田帮他当选。我听了很感动，老人家的一点心意就这么单纯。所以录影当天，妈妈说要带去给叶启田看，要跟他说加油。谢谢碰哥还有顺哥当时特别的介绍，谢谢叶大哥也特别的走到台下跟妈妈说话，帮妈妈的 CD 签名，也谢谢制作单位特例的安排妈妈到后台跟叶大哥拍照。大哥非常的亲切的送妈妈演唱会的票，妈妈真的好开心。虽然她不太能表达，但她是笑的。可惜演唱会当天她因为不舒服没有办法到现场去看。从那一次开始，妈妈就很努力的想要好起来，下一次如果叶启田再开演唱会她一定要去。 CD 还有合照我们一直都很珍惜，很高兴叶大哥终于要再开演唱会了，等了3年多，可是妈妈却等不及到演唱会那天，在2月22号离开我们了。妈妈在加护病房时，我在她耳边说：“妈，叶启田要开演唱会咯，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我带你一起去看。”妈妈插着管没办法说话，但是眼角红了，眼泪流了下来。我不知道妈妈想说什么，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很希望自己可以好起来再去看演唱会。妈妈还是走了，我很感恩主持人还有叶大哥和制作单位，让妈妈有那一次的机会完成心愿，留给我们那一段影片可以再次怀念。谢谢你们，我相信妈妈一定会保佑你们，保佑大家。谢谢碰哥、顺哥，也麻烦你们能帮我转达叶大哥，谢谢，祝周氏长虹。嗯，啊，好感动啊！那个，这写批的内容啊，这位妈妈啊，我真有印象，真正是差不多3年外前，伫家人录影的时阵，迄阵啊，这位妈妈，敢那就坐着轮椅来的。啊，提我一挂唱片啊，安尼吼。你有东西要给我们看看吗？带什么？你上来，上来，上来。东西，他妈妈跟叶大哥到底有点凶。有，这是当时。这可能刚3年前拍的。3年前拍的。谢谢。哎，刚刚感恩妈妈。啊，节哀节哀，我知道，你心里，对，我那签名，我知道你心里很痛苦。那我今天代表我妈妈，她虽然不在，但是我代表我妈妈上来，来谢谢主持人，碰过顺哥跟
跟叶大哥还有制作单位这么用心，给我妈一个机会完成她的心愿。她虽然不在了，但是我今天特地代替她来跟你们说声谢谢，感恩，谢谢你们，谢谢制作单位，谢谢Pogo顺哥。妈妈她一定会很高兴，一定会很开心，说我今天代替她来跟叶大哥，亲自叶大哥说声谢谢，谢谢你们，谢谢。我到老电话里，啊，有时候我们通通电话啊，节哀。感恩您，妈妈有你的那个。是的，她在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一直跟她讲说，你一定要好起来，好起来。我们再带你去看叶启田的演唱会。这是一个感人的一刻，带着妈妈的所有的满满的心愿，再次来见到她的偶像。也许她现在在天上的一个角落。正在看这一幕，他很开心。来，大家给现场的再掌声鼓励一下，金姐，那个林星，随时随地掌握最美好的一刻，哈。谢谢谢安，妈妈，请你唔通听，掌声欢迎叶启田大哥。念着故乡的妈妈，不知阿母你敢有勇行，袂当踮在身边，甲你来作伴，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细汉时妈妈的话我不听，今仔日的路才会这歹行。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痛痛，有一日我会得到好名声。阮妈妈离开的时阵，我才知影讲，为妈妈做的代志实在是太少太少，包括我昨日非常对不起着妈妈。想起着妈妈的形影，不知阿母你敢有勇气，袂当甲你照顾，我是不好行，请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提出着你的相片，紧紧看，希望阿母你唔通受风寒。妈妈，请你等着，唔通为我心痛痛，有一日我会错。